我记得他跟你同时出道的。哎，我们两个同时出道，你手来，你停手来，抖不开，我这边就停机。你手来，我们还曾经同公司，有吗？你还当过我的师姐。姐，我们在后台雕牌啊，对啊，但是你保养得很好啊，对不对？生了两个是这样，我生了一个变这样。师妹怎么回事啊？最近啊，所以西弟是五十几岁了吗？怎么样呢？我出道早了，其实我出道才20年。哎，那当时你跟他同一家唱片公司的时候，你难道没有觉得说唱歌唱这么烂的人当你师姐，你觉得很丢脸？不会呀，其实有时候啊，你看他的样子，他其实观众不会注意他的歌声，像我们是，你们俩现在先停机，给我道歉。王志平老师，我讲的是事实啊。王志平老师，西弟完全是以色取胜吧，对不对？80%。你是大光头，你是谁呀？所以当时唱片公司其实靠你在卖唱片嘛，对不对？其实还有黄以玲啦。哦，对对对。你是哪一家？你怎么这么台语挂？对啊，他。所以你是万万没想到我跟黄以玲同一家公司啊！你好出色，好像还有杨宗宪。对对对，哇，好厉害哦！吴宗宪吧，杨宗宪、吴宗宪、吴宗宪都好像有同都老派的，吓人了，都是台语专辑，对，没有出过国语的。有一首唱过一首，80张只唱过一首国语的，哪一首？就是以前那个珍珍演的电影的主题曲。哦，我跟珍珍很熟啊。你什么辈分？你跟刘家昌同辈吗？我们以前也是同样公司啊。屁！你同公司啊？走开！你们都走开！没有，后来嘛，邓以玲啊，这什么以玲都没关系。我们都同公司，对呀、啊，有吗？真的，还有政治清正好事。西弟，你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抹煞过去？你太久没有，那个是后来了。那你们怎么都变这样？对啊，是要跟你学习吗？你说你从黄以玲的公司跳槽到方瑞的公司？啊、没有啦，以玲跟瑞儿我们是同一家公司啦，对不对？以前我们常一起飙会啊。五位舞者有人帮陈雷伴过舞，这还蛮厉害的。听说陈雷会自己 solo， 然后。侧翻，你不知道陈雷是舞棍吗？他会地板动作哎。你怎么知道这件事？因为我跟他同期，我常跟他一起上节目。你问是哪一位帮陈雷先生伴过舞啊？我，他现场 re 的时候，陈雷大哥他只看我们跳完一遍，就他就说，他说我只有一个要求，他说中间的时候要让我 solo。他说：“你们不要抢我的风采。”请问他 solo 什么？他就是他一定要侧翻啊，他那时候就最喜欢这样嘛。然后就会，陈雷会这个哦，会，他很厉害。他以前常在综艺节目上表演这一段，然后大家就会很嗨。对，他就说一定要让他 solo。是谁跟他一起上过综艺节目呢？是大小 S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那你当时在后台应该跟蔡秋凤 OK 吗？在后台有跟他们聊些什么话题？是有研究一下他的舞步啊，还有研究一下化妆法等等。那当时红的综艺节目是什么？钻石舞台，还有那个钻石100吧，欢乐一百点，是小燕姐扮外星人的那一个，不是那个是钻石100哦，欢乐一百点是现场直播，对不对？节目欢乐一百直播，后来改成欢乐传真，哇，我的娱乐想当年啊，我跟那个李茂生都在后台赌博啦。小 S 比我晚吧，我比你晚，我没有上过钻石舞台，但是我记得我们都有同台過，没有啦，没有跟你一起，好，哎，我以前还常跟张秀晶一起上节目，真的假的？对呀、啊，你不知道他多资深，陈雷和张秀晶一起玩游戏，真的假的？我干嘛跟你们这样年轻啊？他唱车站的时候用卡在。我就记得大小 S， 我们以前常常我在主持鬼常常同台，真的，所以他也蛮资深的。但后来也会跟陈雷和张秀晶聊以前的事，就泡老人渣，那个赌债你还了没？我有很多粉丝也都是当妈妈啦，然后一律飞踢吗？就飞踢，顺便再捅几刀。我叫我们小时候都好爱看你，少啰嗦。下次抱着小孩来一起喝。哦，我跟李茂生问好，好不好？所以我觉得你也跟他同台过啊？
我有上过节目，真的假的？我们都有吧？对啊，我们都有、啊。所以啊，徐熙娣真的很久了。我还上过盛祖儒主持的《强暴初级》。不会吧？你上过《强暴初级》吗？对，就跟鲍小子一起啊。鲍小子，你真的是电视小子。鲍小子当时唱那《今天不回家》。哦，对对。我最崩溃。不要想那么多往事。你不要。S 姐，任洁玲，22，22年了吗？哎，差不多啊。什么事啊？什么事？他讲到什么事情差不多？什么？他为什么表现的好像跟什么差不多？他为什么表现的跟你很熟的样子？因为以前我们常常一起上节目宣传，你跟他同期发片吗？宣传期差不多。发片的没有啦，差不多。你怎么又没有？应该不是说差几年吧。我们应该是先出，然后后来他们出，然后我们就常常一起上节目玩比手画脚那类的东西。前辈，前辈啊！好了好了，我们不聊当年的事情好不好？如果你出片时间早于1990的话，对面的小朋友有的可能是在你出片的时候才出生的。哦，啊，相当这题也可以不用问了。19。算算，今天有吃肉羹吗？但是今年真的好流行复古哎，是你注意看所有的，你干嘛在后面接复古啊？小 S 你不要忘了，你跟大 S 的第一张唱片还在上来电50，还在外景哎，有吗？没有吗？你不要否认。我出道说来电50，我告诉你，如果不是松狮被那个水淹掉了。你把它袋子掉出来看有没有？我跟你姐姐，不老是不老是白沙湾还是翡翠湾？他自己拿水壶去把那一只浇烂的。真的真的，我不会乱讲话，因为你上过来电50，真的没有，他是打歌录单。他们不是去录是哎，我跟你做朋友，不是那个。所以他打歌表示他当时已经出片了。他出片。好，来节目进行到唱歌那个。真的，所以来电5020几年怎么没有？你出来20几？我线不线上？许先生，你说。跨时代。跨时代。跨时代。就你怎么都认得，可是我在告别式都有遇到你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是有礼貌的。我觉得，尤其我们这一代受了益的，我相信小孩子也很清楚，我们礼貌是很重要。我跟你不同代。小孩子可能琼瑶戏长大，小孩子可能没有印象，但是小孩子刚出道还是在国光的时候，我们一起。我是读华冈，华冈对，对不起，华冈。你就跟人家同台演出过？没有，你把话讲清楚。我印象是举光日吧，还是什么？你跟你姐姐一块，你们还在念书。我们还一块吃午饭，还聊了一下天。我说你们毕业没？说你们还在念书。我说哎，看好你们两个不错，有一段时间了啊。冲着你这句话，以后不用来我们节目了。不过我还说错话了。我的意思，飞飞也同台过，你跟国超也同台过，你到底辈分有多高啊？你不会跟梅兰芳一起唱过一次？没有。秀清姐。你跟这个人同期出道，是的，没有同期出道，只是说后来有交错到。我们同期的，我们曾经是同一个老板啊，陈国清啊，是吗？对啊，10分钟的恋爱，而且你们还是师姐嘞。好了，真的啊，那时候这边还要吹出一种好像波浪的感觉，头顶那边。对啊，哎，你还在那边假装不知道，你以前也都吹这样？没有啊。我们都已经那时候是哈日了，就是对你没有，你真的没有吹过这个耶？没有，我们那时候已经没有在流行什么那些很，是你们在公司里头见过吗？有啊，以前我还看到他们师姐好，有吗？好，这段就差不多了，我们先坐下再慢慢聊好不好？他在 LINE 有推出表情包，有，对对啊，你有啊？你有买吗？好多人都是
回 S 姐的表情。对啊，有些排行榜。现在你是怕大家忘记你？什么东西？怕大家忘记你？先停一下，是不是？他的意思是，先停一下。你的表情包是纪念版。哎，那真的赶快买哎！对，就没有了，之后就没有了，应该是限量。那个，接下来我们要发行金币。邮票，邮票，邮票，整套的。我再次声明，我们也要退出演艺圈，我只是节目稍作休息。可是我那天真的很感慨，因为制作单位在跟我讲，你感慨个屁！真的，我跟你讲，我那天演艺圈没有传出去，我感慨是我来康熙这样子十年的时光过去，我居然感慨我从来没有跟你们两个拍过一张照片。谁要给你拍啊？